我是高木光列车长的109年2月13号。哇，人有点多。算一算。2月13号双蛋松山站所拍摄的是8:42所拍摄的是。2024年先看我树好心的超幼稚微笑，超幼稚二代微笑去边快车 EMU88988 二代微笑去边快车2024年先看我树好心在双蛋停靠，然后大家准备关闭车门，元旦了，拜拜。下一站只打七度站，没有，下一站只打那个，下一站是南港，然后南港之后只打七度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